你从哪儿来的？当然是你爸妈生的呀。老师跟你说是爱情的结晶？ No no no， 我们是哺乳动物，又不是晶体，只有受精，哪来的结晶啊？你妈跟你讲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，也不是，你妈记错了，你是从小树林里捡回来的。哦不，你是在小树林里受精的。这个受精啊，就是你爸的精子钻到你妈的卵子里去。你问精子是怎么进去的？医院打针见过吧？针头戳一下，药水推进去，过程差不多。哦，想知道你怎么长成这么大的呀？刚开始啊，受精卵比你的头发丝儿还细呢，用眼睛是看不到的。精子那么小，所以针管一定很小。不不不，这和注射器大小没有关系啊。你问会不会和打针一样疼？多少会疼那么一下吧。总之啊，你要孝顺你妈，知道了吗？然后受精卵会分裂，一分二，二分四，四分八，等等等等，接着呢会形成组织器官，慢慢分化，这样啊你就有了心肝脾肺肾眼耳鼻舌喉等等零碎了。什么？你妈说确定你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？我等等，我得去跟她聊聊。